第三顶富州社区以家母带家仔的方式，带三种社寮和中央社区参与管护的护理社区化小技巧计划，借着社区活力展现作品交流分享，展现小技巧计划成果，以外嘛希望提供关爱社区观摩学习的机会。社区的小朋友、妇女和老大人做伙拍着滴家歌，为富州小技巧成果展热烈开场。为活力的演出和作品分享，丰富多元的表现，拢是富州社区带着社寮、中央和三种社区近年来学习的成果。我们希望带小旗舰以后，能够把整个社寮地区的这个社区营造都把它带动出来。三年下来，我们发现各个社区都成长得很好。希望这个县政府补助的这个小旗舰计划能够继续的给社区有发展的机会。这个社区参加这个小旗舰计划吼，因为伊带动阮足济，阮以前拢唔捌摸过，拢未晓的，希望会当够继续勇气啦。因为社区吼，假如有在动的话，就有进步啊。为老人护理、为小照顾，再到辅助以及师资培训的课程，拢会使看到社区在各项议题中拢有大大的进步。阮的上大收成是讲，因为阮的社区大部分拢是妇女、查某人上侪啦，然后大家妇女哦，对阮社区，你阵的社区即个上需要啥，提出第一建议，互因去发表的话，一方面代表吼，互因训练因的胆量，另外互因讲参与社区。分别这三个社区都在这个计划里面成长了不少。那像是三重社区，它就有让儿少更多的儿少去参与我们三重社区。那另外就是在中央社区去活跃新女力的部分，那让妇女让更多的妇女去加入社区。明年度我们这个小旗舰计划，县长有就是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提升，让更多的社区加入小旗舰计划。富州社区伫今年是得到全国社区选拔的金枝豆芽奖，以家母带家仔的方式，希望未来会使继续带领顶来更加侪社区参与小旗舰计划，让各方面的发展会使更加周全。记者陈长报道。